都要比赛了，你们心都没点数是吗？被打残了，我看你们怎么跳舞。我们不还手才会被打残呢。就是就是，我们是见义勇为。对，我们是一个团队，要有团队精神。老师，都是我的错，他们是不想看我被欺负。现在就发你们青蛙趴，不让起来谁都不许起来，快点。你爸不是叫你照顾开心吗？你就是这么照顾的？不好意思，开心妈妈，都是我的。好像是我妈电话。都是我的。嗯，子轩老师真义气，替我们背锅。人有本事，长得还好看，我就要不成他那样。听说他爸爸是特别有名的练武大师，林一达。你为什么会跳这支舞？你是林一达什么人？